三十年苦一年吃，三十年前一年赚，今天睡地板，明天当老板，有什么寓意吗？这是一个血汗工厂，去这里面吗？什么情况？我们是不是要混进去？他们在这上课的吧？他们都被打了，这是我们的位置吧？上面人这么吵，你从哪来的？我们今天刚过来试试的，把公司口号一起来一遍，相信公司，全部动摇。在公司没用我的勇气，哪都不许去。逃出这个骗子公司吧！这是没有加号，用来解锁去的。公司十万了吗？老实交代，公司的机密文件藏哪儿了？做梦吧！有了这些证据，一定会让你骗子公司相信一把的。先拍下来，给我打死他！往死里打！去看看都丢了什么东西！疯了！啊！